去去奔，童话里做英雄。哦去去奔，热血心中流动。哦去去奔，一切掌握手中，让世界更美好，坚持就一定成功。去去奔，童话里做英雄。哦去去奔，热血心中流动。哦去去奔，一切掌握手中，让世界更美好，坚持就一定成功。可是我们被发现了，星盟守卫正在追击我们的。啊？什么？哎呀，这是……这是？这是过载电磁炮，快解体，否则大家的能量都会被白白耗掉。猪猪侠怎么样啊？被炮弹击中了，飞行系统还勉强可以，但传送系统就出了故障。我启动主炮支援你们，我现在把主舰远程控制权交给红风风，大家先掩护受伤的猪猪侠回来。来就来，谁怕谁呀。想招我们没那么容易，给你们尝尝厉害的。红风风博士干得漂亮。猪猪侠回来了，我马上把你们传送回来。训练完毕。我跟你们拼了。一定要来得及，一定要来得及。猕猴博士，别吵，我现在把他们传送回来。我什么情况？主舰飞船怎么？快看！啊，发生了什么事啊？看来星盟早就发现了主舰飞船的位置，他们是想一网打尽。吴峰峰应该是发现了这一点，操纵飞船进行空间折跃，让我们脱离险境。侯峰峰博士，你是发现了星盟的诡计，才把迷糊他们送走的吧？而且博士为了保护主舰，既然做出了这种牺牲，作为超星特工，我们也不能退缩。啊，没错。啊，博士，我们快启动隐形保护吧。能源不够，使用推进器就没办法启动隐形保护了。这怎么办？一会儿能源不足，他们不就抓到我们了？先把主舰飞船藏起来，用你的飞艇引开他们的注意力吧。可我们的飞艇刚刚被击中了，还没修好呢。我们一起到附近找个星球降落再维修吧，顺便给铁拳虎找下补充能源。短时间内应该可以勉强躲开星盟的搜索了。安心将主舰交给我好了。万一他们找上门来，那你怎么办呢？我就启动飞船自爆。那是我的心血结晶，你别乱来啊。他们追上来了。报告，目标消失。班头
啊？哎呀！哎，你们懂不懂尊老爱幼啊？我一把年纪了还推我？一直背着你可累死我了。不背着我怎么帮你隐身？好了，赶紧去救人吧。什么缘？你在干嘛呀？都什么时候了，这石头能救人吗？快走了。这石头感觉蕴藏着什么能量，拿在手上感觉好奇怪呀。哎呀，行了，救人要紧了，石头就带回去交给迷糊博士研究好了。这体内充盈的能量，难道是因为这块石头？你是谁？哇，这力量帅呆了！先去救人。他们怎么还不回来呀？你，这跟我没关系啊。熊的力量，猿的伪装，神甲蒙昧，是神木猿吗？是石甲熊吧？刚刚不经意拿起了这个石头，就合体了。星际能量石，星盟多年以来研制完成的特殊能量晶体。这个石头这么厉害啊！好了，别讨论这个了。赶紧找回飞船，离开这里吧。博士啊，你还有哪里不舒服吗？我哪摔残了？我怎么动不了了？我们发现你脖子扭伤了，就给你包扎一下。那也不用把我绑成木乃伊吧。不行的，一定要格外小心哦。是星盟的守卫，我先出去看看吧。哇哦，我咬你啊。还想咬我？尝尝我火火连环的厉害。老伯呀，你先别生气，听我们解释啊。有什么好解释的？你们就是在欺负老人家。我们还没有出过手啊。自己说出口了，用飞船压坏我的小花园，弄坏了我的塑胶瓶，还想放猫咬我。其实我们刚好迫降在这颗星球上而已。刚好？不可能，宇宙雷达根本扫描不到这里的任何信息，你们怎么可能找到这里？这个嘛，你们到底是谁？谁派你们来的？快点实话实说，别想蒙混过关。我叫猪猪侠，他叫铁拳虎，我们是来自童话星球。反正因为一些原因被星盟守卫追击，飞船受损，无意间落到这个地方的。星际超好玩联盟。是啊，他们还抓了我们的同伴呢。快走，要不然就让你们尝尝我环保歼灭2020的厉害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刚才不是还好好的吗？少废话，快走。老伯，快住手。老伯，这个弄坏了可不是开玩笑的。你要是打他，还不如打我们呢。放开我。
你们懂什么？万一那些家伙捕捉到电子信号追来怎么办？嘿，那也不行啊！要是飞船坏了，我们还怎么救同伴呢？快放手！不要啊，绝对不行！你再过来，我就不客气了。牛火火，我的哎呦！哇啊，迷糊博士！哎哎哎哎！你们认识啊？我隐居这么多年，居然暴露了，看来只能让你们永远留在这里了。这个战斗力跟之前完全不一样啊！不管你是谁，今天都别想离开这里。牛火火，是我，牛火火。快躲开！糟了！再见吧。迷糊，那还能有谁呀？遇见你实在太好了，这回我们有救了。什么意思？你要干什么？这位是牛火火博士，曾经也是我们随便扒的一员。牛火火博士，你好。他可是宇宙物质专家，有他帮忙，铁拳虎的超星核电容器和飞船的修复就不是问题了。哇，太好了！谁告诉你我要帮忙了？谁告诉你超星核电容器不是问题了？谁又告诉你我愿意给你修飞船了？你知不知道一个超星核电容器要多少资源？知不知道修复飞船要多少环保材料？知不知道如果这么做，塑料星就会暴露？我不知道，但是我知道我得去救同伴们，他们还在星盟守卫的手里呢。你这个老糊涂，不知道如果暴露的话会有什么结果吗？久别重逢真让人感动啊。一看就知道他们以前感情特别好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猪猪侠！超级棒棒糖，披着彩虹的光芒，关键时候帮我忙，给我勇气和力量。超级棒棒糖，它有神奇的力量，偶尔失灵也不慌，靠我自己向前闯。如果没有超级棒棒糖，还有勇气来帮忙，让我学会努力和坚强，给我神奇的力量。如果没有超级棒棒糖，还有爱的真